你香吗？刚才香港同喝那个桶。你爸爸姓什么？泰啊。哦，那阿公哦，阿公哦，阿阿阿。香港啊。香港。姓宋的也是金灶堂，对不对？哦。我有个姓宋的一个前辈，他有很多老婆。啊？还没供给阿娘，宋什么国什么荣的。当礼拜五安不发嗲，客家人有名堂。